赵丽颖和王一博搭档，复出首剧搭档高流量男星，网友谁红跟谁玩。暑期生活中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不过这个暑期过得还算是很开心地了，毕竟新剧一部接一部的。对于暑期档的这些电视剧是不是还很喜欢呢？最近大家都知道赵丽颖复出了，今天就来聊一聊复出后的第一部剧到底和谁合作呢？王一博自从出演了《陈情令》之后，整个人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人物，而且在娱乐圈也算是彻底的站稳了脚跟，王一博的演技也是得到了认可。这一次和赵丽颖合作是否属实呢？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也是一件让网友们很意外的事情。刚刚复出拍摄的第一部剧就要搭档高流量男星，这样的操作大概就是娱乐圈的事情了。网友们也是纷纷吐槽，真的是谁红跟谁玩儿。